是 Maggie。上次带大家看的是个首次置业的双层独栋别墅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看看大平层的内部构造是什么样的。现在在我身后的呢，是澳洲非常著名的土地开发商及建筑商 Creation Home 造的一套四房两卫双车库的单层。上次带大家一起看了双层独栋别墅，今天就让我们一探单层独栋别墅的内部构造吧。一进门就是一个独立的会客厅，这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个设计，可以将会客与生活彻底分开。旁边是一个大约六平米的侧边花园。接下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套房子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客厅。开放式的厨房，外排是油烟机、灶具、烤箱、洗碗机、双洗碗池、电冰箱与微波炉的预留空间，一应俱全。卧室里都带有入墙柜、LED 灯、纱窗以及空调的出风口，可以与客厅分开来控制。后院永远都是孩子们的天堂，种上几束花，一张圆桌，两把躺椅，再沏上一壶茶，格外惬意。